找蔡文成，文成在他罚球线的急停，拉高弧度打板进。O'Brien 中路突破，在中锋底角，张宏轩球被点了一下，救回来，再给小球拿下是一个机会。带他进去的抛投，哇！石敬尧中路突破，啊，这一个球被挡下来，不错，但是他也有层次的失误。那陈子威的三分球进。首先两队的得分都是稍显涉嫌，这一个机会做给陶斯，除了二十分之外还有13个篮板，哇，今天合计只得四分而已。蒋玉安的跳投进非常好，只得七分，哦，蒋玉安进算加，这个球张拉剩下三秒钟开炸弹出手不进。 O'Brien 哇，漂亮给到篮底下，张荣轩放再交给刘真，雷神出手还是不进，篮板球被 O'Brien 拿到，但是被陈杰恩给抄走。前面浦原的看过机会，葛基豪收球，左手上篮，球给了葛基豪，然后进去，谁的球跑这么快？再去到简浩的 catch and shoot 三分球。所以简浩在昨天比赛其实关键时刻，他是扮演英雄，但这个蒋玉安也回进了一颗三分。刘晨突破了禁区，再给王浩杰的空档出现，这个球投进了，球差点被陈果过，再送给简浩，哦，简浩又是一颗的三分球。蒋玉安今天在得分的部分是完全取代刘晨，这个球禁区的转身，向后翻的高难度出手打板球进，哇，这是一个漂亮给球，找到蔡文成靠近，再回给于焕雅，这边起了三分球也进。外线的空档，哦，发给简浩，简浩这个球带步之后，中距离出手，球进 ，Buster Beater 简浩的压哨球，被控准备要一对一，转身之后，这个球漂亮给球，找到 O'Brien， 39-39平手，简浩的后撤步投中距离，哇哦，刘真还在寻求第一次的丢过，拿下蔡文成打的亮，下了14个篮板球了。哦，终于有了，对对，刘真，刘真突破了进去，漂亮给球，哇哦，再给刘真，刘真起了三分球不进，篮下再点，哦吼，哇，是个子最矮的蒋玉安的，冯俊彦突破了进去，再一个球，三分双响，球进算，带到罚球线，刘真做个假晃，再回给，上篮剩下三秒钟，这个球再去找刘真，准备要拆炸弹出手，哇。外围也是尝试，啊，在哪里？今天更是非常的接近，啊，刘真三分球投进了，再回给简浩拿球，外线起了，简浩三分球进，交给 O'Brien，OP 拿下，准备要单打，这个球再分，哇，多时间了，你的失误一定要降低，而且你的一个成功率也要高才行，这个球又要拆炸弹，出手进。于焕雅，真加了禁区，要在空中找人，蒋玉安底线机会出手不进，但篮板球再被 O'Brien 拿到，啊，进算下吧，就非常困难。刘真这个球闪过之后，啊，拿下，反手放进两分，最终的时间呢就让他自然的流失掉了。在台湾啤酒交手浦原建筑冠军系列战的 Game Two， 最终比数是81-72，由台湾啤酒打败了浦原建筑。